就没什么东西，所有的理论上的东西都不是定论。他是知道你有这方面，他比如贪嗔痴慢有这些执着，而且你也不可能去真正的从内心去改变。佛就不断的讲生命里边的一些真相给你听，然后让你竖起一个正直见，你能狠下心去做。这些理论，如果你不学这些理论，你是有些这就是你说给我一个方向的理由。那这是佛的真相，不断的跟你讲，不断的你就到哦。那原来我是这样的，那我现在变成这样了，挺可怜的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哎，这就是个理由，佛的东西就是理由。你会觉得你活得很无明、很愚昧吗？这样一个佛不断的给你，所有的经典都是一个理由，因为那是正确的，你是错误的，你按照你现在的活法是错的，所以你要听完佛，听，觉得哎呀，人家这就是这样的，我怎么迷糊成这样？但是一天听不懂，所以你就得听十几天、二十几天、一年、半年、三年，就这么听，你才能回去嘛？你就回不去了嘛？迷失了，就迷失在五欲之乐里边，其实很糟糕的一个五欲之乐刺激，但是你们就是出不来。你们在楼上的时候，我们走了，你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清净啊！人家都是你在不在，人家就在这里。哦呦，都是参天加错的境界了，都活佛等级了，你还、你想扰，你骚扰不了所有人，真的就打扰不动了。现在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分别心，觉得他们去定光，哇！等你出来再说。出来了，师傅，我连力气也没了，我说话的力气也没了，我这下可不说了，我这下可说不动了，知道吗？师傅，难道喝水也会说不动吗？没气，你看他们累吗？这一天哪个有气？他们没喝水。哎呀，老师说喝水就真亏了，我以为静观不能喝水，结果头三天基本上就没怎么。不喝水，那给你们准备那么多水为啥？后来第三天之后就想，啊，这么多水不喝，就喝吧，咔就开始喝了。知道你大口喝，小口咽，一点一点咽到胃里。是。随着那个口水，因为它小口的话带着口水进去了，它是第一是滋养脾胃，还有就是。他要慢慢的一口咽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气跟心同时到了胃里边，气足就不失食了嘛。就是平时我们吃东西是别吃脑子，别想别的事情嘛。这个时候你的心跟气跟饭没有同时到位嘛。那个时候你咽水的时候，因为你要小口的一点点咽下去，那么咕嘟就想着它咽到胃里边。那么你喝十口水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胃就满了，里边是其实是有能量进入的。因为你的心是能量啊，你就不会用心啊。你的心跟那个水再加上气进去以后，你那个胃已经不饿了。就是我那天讲了嘛，是不是？我说大口和小口咽。哎，这个说了。但没说啊，没说理论。这个温度是一个方面。那下次要一定要多说两句，我还以为懂呢，不好意思，不懂。因为这个吃饭一口一口咽，我说过很多次在这儿，不是？对着，然后跟你们讲说吃饭小口的咽，那你吃一会儿就饱了，就不用吃那么多，就是心饭气同时到达胃嘛，就是喝然后吞咽的时候，就是想着水就流进了，那就是能量，知道吧？水心跟心的能量很大的，心水气同时到达胃，你就 OK 了，你的胃是足够了就。但有的人还有一个饮食的习惯嘛，我们的嘴巴想吃啊，或者是什么脾胃还有残留着吃东西的痕迹嘛，因为太久了，所以准备了苹果啊什么。其实如果是脾胃吃东西的痕迹不够重的话，光喝水就可以，就不用吃这些东西，就光喝水，小口的喝一些，但水分还是要的，尤其出汗啊，爱出汗的老小便，清洗一下嘛。你喝水还有一个清洗肠胃啊，因为你不吃了嘛，肠胃、泌尿系统都要清洗一下。但是我在办法被占装。轻微的运动是可以的，我准备了房间，只放了一张床，没放别的，就是让你们腾一个地方运动嘛。就在床上坐久了，或者是不行坐，
然后在地下转圈走也行啊，来回走也行啊，有一个走动的地方。有房间，那以前放两，我说放一张桌子，放多了不是怕你们走没地方嘛，撞那个床上。因为否则房间不用那么大，就可以多搁几间。男的当时不到，外边走，外边长。外边有时候你不开灯，你拿着因为影响大家嘛。你在房间也可以做，就是做做站桩啊，简单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嘛。但是在房间呢，就是多观想，观想太阳啊，观想光明都可以通过观想达成。我观想太阳，观想在心轮还是头顶？随便你，都可以啊。你觉得哪儿好就哪儿好。不是那天说手海底轮吗？也可以。因为你七千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守着的，我怀疑你会经常移动的，因为你很多角色嘛，一会儿胃不舒服了，一会儿肚子疼了，啊，一会儿头痛了，一会儿睡不着了，一会儿凉了，一会儿热，你那些角色会不断牵引你，你能安定在一个地方很比较困难，所以自己学会调整啊，难受了揉一揉啊，搓一搓啊，自己观想一下太阳啊这些。一旦进入黑关，一切发生改变。哎呀，就不用想那么多，继续。一般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吃东西，一般都是。他就说他们会情不自禁的想念，因为吃的信息最强嘛，痕迹最深嘛，想好吃的这个肯定的。要饥饿就觉得，其实也不饿了，就是觉得，就是口欲嘛，那就是充分实现出口欲了，口的欲望。我就想吃什么，我就想吃什么，嗯。但这个口的想吃东西啊什么，就是从小你的饮食习惯很重要。北方他就一定会想面啊、土豆啊这些都，南方可能北方就想面片啊或者什么，南方就会想吃一些汤面啊，或者他们是吃什么，那些南方吃的东西嘛，就麻辣啊什么那些，嗯，但还是有点偏凉，最好的就是不要空调。就是天气啊，自然的有凉到那个程度，不要空调，我们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失是最小的。那北方这两天就可以了，不要空调。但不要空调，我们的官方空气估计不行嘛。那北方是可以的嘛，北方有换气就行了嘛，不要空调，它温度已经现在十几度。就算今天珠海温度十度了，嗯，然后不用空调，你进去我估计你空气不行。哦，得要换气的啊。对。